非常好，无论是首先公安机关的线索处警、线索抓捕，到后来西双版纳州警察院他们对这个公诉的严谨的态度，以及一些请辞超级，我都非常满意。后来呢，在法院阶段，现在呢，我们觉得最后这法院的判决呢，就是说也完全达到我和当事人李胜的要求，对得起李的再停职令。我们他的父亲和我提前就商量过，只要是判虹桥死刑立即执行，其他的人判刑判处我们都不会再上诉。我看是不是像到达孟海吧，然后第一时间呢把这个消息告慰的女儿，因为把这个判决书覆盖一下，但是我们预期的基本上是这样的。